小龙，青风侠的故事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觉得吸引人吗？我最喜欢剧中的人物，打击罪犯不是用枪，而是用中国的功夫，这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而且这个人物身上的正义感，我非常喜欢。好了吗？你让我看看。哦，还好。谢谢。哦，不用补妆了。啊，太好了！加藤先生的装扮的确让人感到一种新鲜的气质。加藤先生，您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武士，戴上面具只能更增加您的武士气质，还有一种神秘的味道。至于您喜欢戴什么面具，我这里准备了许多面具，您自己挑。胶纸。你还是打算遮住我的这张脸吗？听着，不是要遮住你的脸，武士通常是要戴面具的。戴上面具以后，你会有一种特殊的气质，所以我希望你把面具戴上，你自己做决定。也许你会感到惊喜，甚至喜欢它。布鲁斯利，胶纸先生一向反对种族歧视。我为您设计的面具本质上是为了增加您的神秘气质，我希望您喜欢。再说，我们都是为了拍戏才走到一起，全剧组都等您半个月了，您不能在酬金面前使性子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我知道。好，好极了，胶纸。看来你早有准备。感觉怎么样？这次我不想和你多做争辩，因为我喜欢这部戏和这个角色。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知道，那就是在片中但是你必须使用截拳道的功夫。截拳道，你说的没错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？鬼才会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呢。那我告诉你一点，不错，我也正是这个意思。加藤使的正是你的截拳道的功夫。我已经和导演阐述了我的观点，必须使用截拳道。好的，教职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那么我同意。布鲁斯里，祝你好运。多谢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再一次为李先生的加入而鼓掌。来吧，诸位，欢迎。好了，都准备好，准备开拍了。歌手们准备好，灯光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青风侠的秘方到底在哪里？我当然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我不会告诉你们的。你不说是吧？不，我们给他换种死法。看到的这个家伙几乎花了我青风侠片酬的三分之一。哦，天哪，你要带我们去哪儿？琳达公主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
稍等一下，我把门关上。冯总，亲爱的丽达公主，这就是你和我宝贝儿子的宫殿。来，儿子，爸爸抱。骑大马。不好，别瞎跑啊。天哪，这不可能。琳达，在你丈夫身上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。他以为我一。